请收看《维新世界·易经风水面面观》。各位是方神知识，大家好早，早起咱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大家学《易经》。好，大家学《易经》呢，做人处事会安心。好，大家学《易经》呢，修行的路上可见性，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好，本来易。就是在开始我们一个人对无所及以前到现在到未来都是为益益者交换好交换时空交换心念交换思想交换立场都是为益所以我们弘扬这个易经心法目的是我们大家呢既然都是有缘来在世间都是有缘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何必大家来相善呢？何必大家呢来互相来受欺骗呢？何必大家互相为了一点点的利，一撮撮的名，互相受伤害？所以这就违背着咱人来世间的宗旨，嘛违背整个大宇宙咧，这易的法则。所以咱违背易经的法则咧，咱就是逆天，咱逆天即亡啊，咱顺天即强。那么咱即现在咧，啊，时势拢在变，大家拢重在名，重在利，啊，骗你来就好啊。那么在这几年来呀，好，我发觉咱真济，好，咱买厝的人，也是得起厝的人，怨叹一大堆，好，甲这个师傅，甲这个小包，啊，中间一破折啊，中间一瓜葛啊，所以将这个工序咧做啊，乌落落在偷工减料，啊，而且呢，有诶咧，在那，比如我是做水电咧。好、哦，啊，你是做土水的，两个人互相闹啥无欢喜的，那做土水的人，伊就对我水电的讲个毒一卡，甲死啊去去，等下厝起起来时啊，好、哦，交互人，人买人水电帮了，哈，系啊，规间水往外流，啪东啪西，这种人是非常的无道德，常常咱真侪信徒来遮咧怨叹，咧埋怨，讲一寡。啊，做工事小包的，哦，师傅工人顶啊，真无道德，哦，所以啊，迄个违背着易经的法则，天会动人啊，一人动一心啊，动人天会动人，就是个人共一个心，心甲心爱交换，所以咱呐做出这违背良心道德的代志的时啊，咱呐，咱爱负因果。做有做咩爱来行爱来拖，好、哦，所以这个代志啊，发生有靠这社会上的纠纷，买厝的人甲建设公司买厝，建设公司甲小大包大包甲小包，个个地到尾买厝的人受灾殃，吃大亏。但是这因果咧，咱公司爱负因果，啊，大包爱负因果，小包爱负因果，咱哪有偌济财产偌济本钱好负因果呢？所以奉劝各位啊。咱大家爱做良心道德的代志，好，咱人个人要斗阵啊，拢东西天涯沦落人啊，卖为了一时我家己无满足我咧，要害什么公司害啥人，结果受灾殃是买厝的人，这个利是有够济有够济，所以咱呐违背着这个大宇宙法则，有着这天理的时啊，嗰个逆天逆天爱负因果，咱子孙啊爱袂爱来打。啊，今日顺来打嘞，咱不但咱先打，所以咱真侪做工事的嘞，吼、哦，无好买，谁人来？咱良心道德足侪无咧做，骗你来多啊，抢你来多啊，结果嘞，
害遮买厝诶人，也是住厝诶人，甲人去争夺。我希望大家了解因果以后咧，咱做事一定会顺势诶。啊，咱两个人爱互相修得，咱两个人伫世间本来都是有缘诶人嘛，咱何必要来惹出一个因因果果再排遮债务呢？哦，所以啊，咱爱伊人心甲心啊，人会当相谅解，心甲心啊，会当相交换立场嘛，叫天会动人啊。好，咱来看一卦象，恁家看一下。啊，我不过将彼啦，将朽，故修之以动人，一人动者不必贵。哦，故修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言，故修之以俭，有大者。二能谦必以过受之以矣。来，讲到这里，好、哦，那一人同者，物必贵啊。咱啊，心甲交换立场来想的是啊，哈、哦，咱啊，物必贵，什么代志都你个，咱就好呀。朋友底下都咱的，咱人伫世间上大的财产，毋是。好多金银琉璃珠宝，唔是上好呀，嘛咪那财产，真正上好财产是啥？咱的良心就是财产，咱心安就是财产。以前啊，哈、啊，我拄学校毕业，去咱我等于阮中寮咧，哈、啊，一个张东坡先生测量的，啊，代数啊，测量代数啊，哈、啊，伊俩甲讲一句话，讲天王天王，哈、啊，咱人上好呀嘞吼。毋是钱，都朋友上好呀。咱有真侪，逐个甲人肯定咱人个上好呀。伊讲我钱是无钱哦，我三顿囝，七个查某囝，两个后生，我饲会起来，钱我着我财产。啊，过来咧，上大财产，我有遮尔济种个人乡个朋友咧，吼、哦，对我遮尔好，吼、哦，啊，我着诚心对待，这就是我上好呀。这叫做天会动人呐、啊，所以咱真侪修行家、大法师、大修行家，还有古圣先贤呐、啊，吼、哦，这里诸山长老大德等啊，因上好呀，心平静，有十方因善信大德，啊，甲因各自因继续前生生世世因呐，这都上好呀。咱爱学因的精神，学因的心。啊，学业信用，这即是咱易经内底所讲叫天会动人呐、啊。一人动者，一人祸害者，一人共个心者，一人思想会当交换入定，拢是为天会动人。各位十方神秘识，咱人伫世间。表面是真好呀，事实咱的心拢真善。根据我所知嘞，所了解的，善的人顶99%，100个顶99个，一个好呀尔。好、哦，而且这个好呀嘞，佫还袂出世，老早常常甲咱开始，是安那好呀嘞？啊，伊真正毋是只好呀，所好呀是钱财的好呀。财产的好呀，但是伊的心无好呀，就是啥宗族的观念。啊，教好做这里、个，我是好呀，我是一等国民，我是修行人，你无修行的，吼、哦，所以我是一等国民，啊，你是三等国民。结果真济啊，十方咧来供养修行的人，啊，因供养来修行人，结果咱讲咱三等国民，咱一等国民。洋洋得意，对嘛？足实嘞。所以好业的人啦、啊，伊的心量一大，佛只有佛菩萨上好业。所以咱要凡夫嘞，咱拢真善，惊惊吓吓，惊人甲咱脾气，哈，惊人甲咱伤害，啊，种种嘞，咱所以会感觉真正善。老早甲开始即句嘞，我感觉真开始嘞，真不以为然啦、啊。我经过恁这阵想，有只嘛啊，100%老早自卑啊。咱伫世间会接触，世间的分工哇，你是什么教？我是什么教？你是什么多？我是什么多？你我正信嘞，你都无正信嘞。
对啊，我是阮师傅时代的大仙呢。你也袂拜师傅，我的师傅即摆上出名，你也都无出名。这拢足善的人，心拢真善，这是宗族的观念。啊，宗族的观念对天地吼阴阳不交，思想未顺，思想不交。所以咱人伫世间呐，上好呀，无宗族的分别，都、就是无分别心。但是，咱现在社会咧，人咧拢啊，我是什么教？我是什么宗诶？我什么信诶？我才是上高贵，恁拢是外道无高贵，精神有问题。当时咱佛祖咧，伫世间嘛讲，哎，你爱哪行哪着，伊从来无甲众生诺认为三等国民。佛祖毋捌甲讲，咱诶众生三等国民，伊尊重一切众生。佛祖的慈悲，所以佛祖呢，伊就呢为一代因缘的原因来出世嘛，来世间，来世间个传法，甲咱讲，咱每个人拢皆有佛性，众生平等，咱拢有一个佛性，众生拢平等。啊，么佛祖都无分别，什么咱是啊？咱即摆修行的出家，还是无出家？我即拜一个师傅，都感觉我上大错去啊！我上反对我的徒弟有这个想法，上反对我的地主呢，有这种无耻、无智慧的想法。众生有伊的天命，个人一生生世世转生轮回啊！伊为了拢为了大愿力来世间。一个清明，一个一狗的，伊来世间凡事，伊会生一个囡仔，真牛的人。我遮真侪信徒阿婆啊，你看安尼吵吵啊吼，阿婆遐囝，逐个有诶读博士，有诶读硕士，有诶伫社会上偌济，唯一出家修修偌好，伫利益偌济众生咧，咱哪有些？吼，我都我上牛，别人哪像咧，狗屎，臭去啊！所以咱心量爱大。那么爱大，你要对对咧？咱爱读易经，易经甲咱讲，所有一切一切就一。我毋知咱住伫在西方这妙法，我讲咱全省四界咧开这先修班，目的要甲易经的精神啊传互大家，希望大家有缘啦，咱大家共同来学易经嘛。学道理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嘛。大家了解因果，我都未去想着嘛。了解利害关系，了解人甲人中间就互相小尊重嘛。了解人甲人中间都是有因缘和合嘛。了解人甲人中间拢是为一代任务而来嘛。什么任务？天下太平而来啊！所以贵国先师自彼开始啊，养贤蓄才，养培养贤人蓄才啦。进民育德，高尚举止。天下太平啊！这是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啊，大慈大悲啊！这将这易经心法的妙法啊，几千年来无像即马遮尔激烈的传扬弘扬所以贵国先师慈悲的原力啊，那么各道家书房呢，来爱大家来学易经，天下会太平。各位是方神知识。若是咱呐学易经了以后咧，咱心量会宽，因为天地之间也是有天地，然后万物才有万物。伫天地之间，这都是万物，人嘛是万物，讲啊，精神啥物拢是万物。所以，咱天地之间万物，那么之间万万物，那么是啥？调和，调和。我无你。嘛未使，你无我嘛未使，互相相调和。你要行路过来，我无来做桥过，你嘛无法度过。我要行路过桥，过溪，你无做桥，我嘛未当过。我要过桥，无得啊，无船，我嘛未当过。船是啥人做的？别人做的，是毋是？我今要食一碗菜，一碗饭，我若无人煮饭我啦，种地我食，我嘛无饭我食。所以人拢是在调和啊。所以，咱往常都做自闭，甲咱开始啊。咱若有这心量的想法者，即为飞天大有啊。
吼、哦，一人当食，勿必勿必归因果，受之于大有。吼、哦，所以大有者，都是金玉满堂，金玉满堂。咱的心中看者，所有拢咱的；心中爱者，即使你有一支山的金啊，嘛毋是你的。所以，老早甲咱开始，咱心中真重要。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每个人自出世来世间，对一岁、90岁、100岁，在一生中间呢，拢叫做飞天大有。伊有诶所得着啥，得着有诶家己诶烦恼，真是大有收获啦。大有就是有修行、有修行，咱若有正善因者。一定有成果，所以一人当家，天会当人啊。咱甲人会斗阵呢，吼，甲人会和谐，甲人会互相相尊重。人甲人中间无一个分别，讲我是好呀，啥人是善，啊，无分讲你是好呀，我是善，无分讲我是白人，你是黑人，无分讲我是啥物款嘞，无即个分别的事啊。叫做飞天大有，真正的天会动人呐、啊！哈，天顶的火，所有众生，伊拢甲看作共款的，顶个太阳看作众生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呐、啊。所以，咱的天会动人呐、啊，太阳光啊，伊无甲众生看作你是你，我是我。嘛无看到伊是善，伊也好呀。伊照常光啊，拢甲照互大众。所以咱要修行真简单嘛，学日头多嘛。你拜师拜日头多啊，太阳公公，是毋是安尼？吼、哦，咱啊，拜日头咧，学太阳的心量多啊。善的我嘛光亮开，恶的嘛光开，善嘛拢开，反正来讲，恶的人光开咧，希望伊会讲行出善的。吼、哦，善的啦。光明愈光愈强愈快，这叫做飞天大有，甲天会动人啊！所以天太阳光光，甲人嘛看作一体，好日头嘛看人为一体，月亮嘛就看众生拢是一体，拢是宇宙天地之间有缘的人嘛，拢是万物嘛，所以日头嘛万物。那么就是啊，咱得到飞天大有的卦象的时啊，哈，咱来看这个卦哈。飞天大有，上离下乾，哈，大有所获，大有成为伟大的事业，哈，就是金玉满堂之上啊，哈。那么咱啊，动摇动的初摇的时，哈，动的初摇呢，甲咱经过得意，咱会用。梦想未使骄傲，在艰难中才会注意，吼、哦，解故，就是讲咱呐，这里叫做得意的时，咱不要忘形。一般真侪人得意的时，煞未去操心啥，赚到钱啊，煞忘了自己干什么，啊，这好举起来，忘了吃什么，啊，那么官做大起来，忘了。是什么？所以骄傲拢来，甲咱讲，咱要保持永远的好业，保持金玉满堂呢。咱得意的时啊，咱毋好妄想啊，吼，毋通骄傲，吼，咱遮伫艰难中间啊，咱才会真正解固，咱才会提醒家己。若是搁在第二熬呢，吼。动之爻的时啊，动之爻呢，凡事处处应于中道是重要呀。咱啊，好呀，啊是有得到地位的时，啊是咱有所成就的时啊，咱啊，处处啊，凡事处处爱个中道呢。唔通讲，我来好呀，去我来那只臭羊，啊，我来失败呀，哎呦，我结果直接那糖呢。啊！就好得着得势，得着伊个事，啥物行呢？啊、哦，过来呢，吼、哦，咱来去动那第三爻呢，应该礼贤下士啊，不可甚嚣人啊，咱爱礼贤下士，哈、哦，咱呐好压起来，得着官位啊，咱爱尊重一寡有智慧的人，
未使信小人，什么小人？贪嗔痴，家你是小人呢，毋是别人小人。咱家的贪嗔痴无智慧，咱就是小人。毋通甲人哦，我讲就对啊，信家己的贪妄念，家己才是小人，别人毋是小人。所以真正哎呦，一小人出去啊，家己才是小人。咱就贪嗔痴无智慧，所以咱爱礼贤下士，接近有智慧的人。好，咱来告诉当地的信仰的时啊，吼，当时啊，救赎。用自我节制，吼，那无灾难会到。啊，咱真侪人选去选着啊，大官做着啊，爱节制呢。若要开支嘛，爱小可节制呢，做事逐项嘛，爱小可节制呢。毋好认为哦，我都已经啥物委员啊，啥物代表啊啥啦，我就运用我的权势要影响着即个某某的官员会判。这个公司顶顶的，那安尼咱会因果欠2300万人的因果，爱注意，爱家的节制，啊，那无只，咱灾祸一定降临，即时互你躲一时啊，我躲永远互你躲过，这个爱注意，啊，假使动到第五爻咧，啊，第五爻是啊，让我应以诚信为本，因为并济，啊，咱爱以诚甲信。诚信是咱的性命啊！那么这回呢啊，咱大家投票啊，唔知投给啥人，是咪投给诚信的？爱投给啥人呢？爱投我起毛子的哦！所以咱拿诚信为本啊，因爱知影因，为了为伊，咱的行为，咱爱有知因、感因、报因，然后呢，咱为伊啊，咱做事啦，照天理做，好，因为并济。啊，过来，要是当地的人熬的时啊，地人啊，火天大有人熬的时啊，上九应有满意不易哦，会修养。好、哦，咱啊人啦，好、哦，咱啊赚着钱啊，事业成功啊，咱爱愈修行，爱愈修行，咱莫骄傲，感觉啊，我安尼就满足啊，但最袂使，好、哦，咱做善事唔通满足。我赚了钱，我一定爱对善事去做，回馈社会，回馈大众。好、啊，咱钱赚到以后咧，事业成功以后咧，咱爱愈谦虚，愈修心养性，愈爱修养。但是，咱若还未赚钱，咱事业失败，咱就感觉真艰苦的人，咱爱检讨以外咧，咱嘛爱愈爱有修养。好、啊，咱都爱有修养，才有成功的一日。哦，所以咱若是感觉，哎，我现在事业真无好，咱都爱有修养，哈、哦。啊，而且呢，咱若讲啊，我即摆成功啊，咱爱搁较愈爱修养。那安尼，我相信呢，咱人真正是真真正正飞天大有，徛于不败之地。今时间的关联，加遮一个段落。